早上起床，阳光明媚，我们穿着性感睡衣坐在床边，泡了一杯浓咖啡，然后回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我们一起闲聊，我们一起讨论比赛。你好，我是 Jennifer 你，我将出现在 Football Chick Chat 脱口秀的其中一集中。我和脱口秀的主持人 Venus 将讨论上周的英超联赛，我们一起互动，一起讨论足球比赛的得分。当然还有我的秘密，足球和美女你都拥有。如果你想看到我，现在就去 Facebook 或 YouTube 并输入 Football Chit Chat 或美女八足球，点击订阅或关注我，将于12月4日播出的剧集，我会穿着你最喜欢的睡衣等着你哦。